好，翻嚟今日7月16日嘅啤梨漫步，咁林康正啊準時翻到嚟啦，因為今日應該佢係咪搞書展啊？係啊，我嘅準備書展嗰啲嘢咧，今年嘅書展就真係比較靜局啲，因為全城個焦點咧就 concentrate 咗喺即係嗰啲咁嘅啊，我哋嘅繼續抗爭事宜啦。咁啊，事實上咧，即係今日咧，我亦都冇乜準備，亦都唔係好多想講，即係關於呢幾日嘅抗爭事件。咁當然好難唔講啦，啊！其實我哋已經係走失咗咧好多好多重要嘅 topic 㗎啦，喺呢幾日入邊，譬如非洲國家杯啦，譬如阿祖高域，哇！呢睇撚到我屌你如此，費達真係慘啊！其實真係好，你有冇話慘唔慘？祖高域係高嘅，因為始終係巔峰已過費達南某程度。不過，但係你有兩個 game point， 係即係以佢咁經驗，即係以佢嘅經驗，一個把握唔到。第二個 game point 都把握唔到，結果輸埋，打成差唔多5個鐘咁滯。但其實祖高都32噶啦，如果以網球年齡29歲以後咧，已經係老啦。其實祖高域咧好強，我哋一直都覺得佢咧好全能。唔係，佢開頭出嚟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未成熟啊，就成日去到四強嘅決賽都係輸。但係佢一到佢終於攞咗一次大滿貫之後咧，佢就真係好，佢可能佢心結同埋技術咧。哇！根本其實係好勁，佢渣唔過拿度同埋費達拿，渣唔過同一個 level 級同級嘅啦。佢又後生啲咧。我十幾年前睇佢澳網四強贏費達拿就知道，哇！這個點啦。係啊，其實咧好多傳奇人物咧，你好難咁樣去比較嘅。譬如我細個我睇森柏斯咧，如果你話再早之前嗰啲咩，有一個叫瑞典個叫咩？屌你兩個字，艾寶。唔係。德德我認為個精彩度啊，就堪比當年啊，就係森柏斯決戰呢一個阿加夫老公阿加斯嗰場啊。哇，大佬打足5場，真係其實邊個贏都係合理嘅。係嗱，你話好似你話邊個啊？屌你老尾，好撚唔睇阿輸撚咗嗰個咩啊？屌死啦！我個腦發個口添。阿祖高域今次贏得好險。係。喂，如果祖高域輸咗，你都覺得係唔抵嘅喎？當然啦，係啊，即係誰贏？但費達拿 fans 多好多。費達拿咧，因為點解咧？第一，佢感情內，好似打藝術咁款。第一，佢感情內；第二，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呢班睇波嘅人，不經不覺都年紀大咗，見到有另外一個喺網球場上面，其實就係39歲啦，38、39啦，即係老氣復力位，明明10年前都應該可以走下坡啦，點知仲係咁 keep住打翻入四強，打翻入決賽，贏埋好多title翻嚟嘅時候，咁啊，梗係希望佢創造，即係我哋永遠都係噶，因為其實去到而家祖高域對費達拿嘅時候，嗱，明明費達拿係呢個即係紀錄保持者啦，大滿貫，但係某程度。如果呢兩條友對我哋而家已經覺得費達拿係雞蛋啦，因為佢年紀大咗。係啊 ，OK， 永遠就係嘅睇比賽，希望創造奇蹟。冇錯嚇，咁啊，你話費達拿咁輸咗都冇辦法㗎。係啊，咁你有乜辦法啫？你打到咁樣5個鐘頭，老實講，你淨係體力都要輸啦。要咁講啦，陸陸續續又會有啲新嘅球員球星上嚟㗎啦，一代一代不嬲都係咁樣㗎啦。你知阿大阪直美啦，譬如小威廉斯。幾次入大滿貫決賽，近呢幾次爭一隻杯啫，就同加夫就喺大滿貫平排啦。3次大滿貫決賽都輸咗，因為佢即係生完 BB 各種原因啦，都係爭一步半步。你睇下世威咁樣，老實講，去到而家咁樣，佢再入大滿貫，再入大滿貫玩到決賽可以，開始會有心理壓力㗎啦，因為就係成日就係爭。就係、是、佢、心理佢爭啲，就係、是、去到嗰度噶啦。OK， 其實初初出嚟嗰陣時候，我哋最初出嗰陣時候，我哋唔係幾睇世威嘅，覺得大威勁啲嘅嗰陣時候。但世威就肥大啲咯。而家好似大阪直美咁樣啦。你老實講，即係女子網球咧，就嗰個體能嗰個差別就冇咁大啊，冇男子。你男子咧到而家，即係除咗張德培啦，89年30年前咧講緊都 OK。喂，都未有乜嘢即係好特別突出嘅球員喎。如果有，我諗相信都係日本啦，都係會日本出嚟啦。OK， 咁呢幾日其實好多嘢講啦，即係好多嘢 miss 咗啦。譬如中美貿易談判啦，好似哇，大家傾掂曬咯。但係睇個款而家咧，
大家都好似都唔係諗住點樣去兑現喎。突然間特朗普話佢同習近平的關係唔係好撚 friend 啦。嗱，咁但係你有陣時真係好難講嘅。係，其實佢哋最關係差嘅時候，佢成日話呢個啊 ，President Xi 係我 best friend。嗯。咁而家又話我都唔係咁撚 friend。但係依家咁究竟係點咧？嗱，都仲話係 good friend。不過冇咁 friend。係啊。係啦，咁你有陣時就唔需要太過認真啦，啊。咁啊，當然啦，咁啊，一陣我哋都會講嘅，即係講少少啦。咁啊，中國就錄得呢、這個即係又未止開放改改革以嚟嘅，但係近27年，嗯，最低嘅增長，27年。咁今年係幾多年啊？2019年。27年咪1992咯。1992年到而家，咁啊，你話幾低啊？哦，6.2。但係大家搞清楚，6.2已經係好多水分嘅咯喎，我相信。係啊。OK。咁如果係得6.2嘅增長嘅話，即係好容易，好容易，因為譬如水分，我當有1-2% 水分得4.幾，我隨時唔止，應該有4-5% 都係水分。哇！咁啊，屌你，得翻1-2% 增長。初嗱有唔同計，因為有啲地方就報大啦，有一啲根本啲工程係浪費佢工程，佢照報啦。如果計埋浪費工程啦，唔計佢報大，可以去到嗰時係7-8%，即係可以負數嚟嘅。嗱，呢啲大家就即係我哋香港人經歷到今時今日咧，就會覺得即係好容易有感應啦。因為我哋自從所謂90年代經濟發展之後咧，我哋每年嘅增長只要係維持喺一個比較低嘅增長，譬如2-3%嗰啲，我哋香港人嚟講啊，咁其實咧，我哋特別係中下階層咧，係好大嗰個壓力嘅，失敗得好大嘅。OK。而大陸的國情，你如果剛才林康正這樣講，水分是這麼大的話，是隨時可以很容易就變成是沒有增長，甚至乎是負增長。嗯。Okay? 即使是1-2% 增長，你想想，在窮人來講，本身已經大陸十幾億窮人，其實只有1-2億富人，本身已經是這麼屌，捉襟見肘，他如果喂竟然還大不如前的時候呢，咁我哋當然係非常高興啦，因為我最大嘅願望我講過啦，就喺我有生之年睇見，即係睇見支那國，屌你老母冚家產，我就最撚開心。今次你都快，你睇下佢今次嗰，屌你唔好咁講啦，林康正，我哋話佢快，話佢快，話咗好撚多年啦，屌你仲係好撚牙黑，仲係落嚟買樓，屌你幾萬蚊尺咁。但你以前你睇佢前幾年啦，即係一帶一路係咁派錢嘅。依家啲錢啊，你唔好話美國，冇啊冇得派啊！屌，要買農產品啲錢都未兌現啦，連派俾菲律賓嗰啲錢啊，你唔好講都未兌現啊，搞到杜特爾啊，你唔好講菲律賓，我哋真係呢排我哋真係少講啲新聞啦。200億都兌現唔到啊！其實咧，嗱買樓買嘢又兌現唔到，係菲律賓又兌現唔到。200億做上個禮拜哈薩咩啊？吉爾吉斯啊，同埋哈薩克，呢兩個係咩國家？呢兩個係支那國一帶一路嘅契弟。嗯。正宗契弟，竟然咧，我係咪哈薩克啊？話捉鳩咗嗰個中國嗰個上個禮拜嗰間店，咁我哋上次就講完新聞就算啦，就冇乜點樣特別分析，亦都唔需要咩分析。吉爾吉斯有反華遊行。嗱，老實講啊，無論你吉爾吉斯又好，屌你老母哈薩克又好，菲律賓又好，正式嚟講，如果大家仲係 friend 嘅，喂，屌你老母閪，喂你屌你喂習近平唔撚掂喎，你整個間諜嚟仲咁撚樣俾我哋捉撚咗，我都好撚大壓力。捉翻佢啦，俾啲錢嚟。嗱嗱聲咪，嗱嗱聲搞掂佢，係唔會將佢 put it on the table 擺上台面嘅。嗯，好啦，哈薩克出嚟反華遊行，如果仲係 friend 嘅話咧，喂，屌你老母！做乜撚嘢？你乜撚樣？哇！啲警察打鳩少啲啦！再唔係唔好唔一定打你嗰個黑警嘅香港嗰啲，俾派錢中止冇撚出嚟，乜撚都係好知，係唔會蒲面嘅。你淨係睇呢啲咁嘅國家，呢啲係咩國家？係你支那人最睇唔起，屌你老母唔知男女唔女老唔老亂唔亂，啲信撚你教嘅，屌你老母支那人樣又唔係支那人樣，鬼佬樣又唔係鬼佬樣，古靈精怪，屌你老母！而家呢啲人係屌你捉鳩你個。捉鳩你個所謂特務，肯亞佢都係咁啊，非洲都係咁啊。咁你呢啲係顯示咩咧？係大家未必聽佢支笛。點解唔聽佢支笛？錢唔到咯，有幾多複雜啊？係啊，咪就係錢唔到咯。喂，咪咁啊？喂，乜唔係可以繼續印銀紙咩？嗱，大家要搞清楚，即使大陸嘅亂咁印銀紙，其實都有亂咁印銀紙嘅基礎嘅。嗯，啊，即係譬如係。公司發債啦，係啊，嚇，即係佢都要有佢個基礎，你總不能夠真係喂屌喂平平白難啊！啱啱上個禮拜講緊係咪印咗14萬億啊？嗯，出咗14萬億街，係啊，咁結果係點樣咧？哦，結果咧啲樓價咪再貴啲咯，嗯，嚇，借俾地方銀行嘛，即係嗰啲大銀行將啲咁如果樓價再貴啲，嗱老實講，理想咧就好好嘅，大家攞啲錢
啊，引到啲銀紙出嚟啊，理想啊，出去做生意啊，搞活個經濟啊，民間活動會好啲啊。但係大陸同香港一樣，因為佢施承香港啊嘛。嗯。結果啲錢一出咗嚟咧，最撚穩陣係做乜撚嘢？買樓。冇錯。OK， 而買樓。即係而家上面唔好講第一線啦，就算第二線都升嘅。嗯。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我要講咯。喺好多年前，四五年前，即係我哋呢啲唔係我哋講噶，我哋睇去大陸自己出嗰啲國務院出嗰啲報告，都咁多所謂嗰啲咩鬼城。嗯。我就成日唔明點解咁多鬼城，點解話可以三十年唔起樓都夠足未來三十年嘅人口增長或者人口遞減去住嘅時候，你知嗱，各啲樓可以咁值錢啦。咁如果而家喺咁不單仍然係明天咁值錢嘅話咧，即係話其實個泡沫係仲大嘅。因為依家譬如佢印多咗銀紙啦，或者叫啲央行發多啲債啦，借多錢出去。喂，啲人佢知人民幣係會貶值噶嘛？因為人民幣係冇信用，其實佢都想刺激你消費，但係佢消費想係咁想咯。大陸啲樓第一又係豆腐渣，又係佢鬼城放唔出嘅。第二。嗰啲日常用品又係冇信心保證，結果咪嚟曬香港或者世界各地買嘢掃樓咯。但係嗱，嚟香港而家都難咗啦，去世界各地啲錢要轉出去咧，嗱雖然係經歷千辛萬苦，但係都寧願出去轉，將佢簡單啲講就係變真錢。嗯，咁你大陸不斷印，你都冇撚用啊！啲錢仍然繼續走。嗯，係嘛？咁 anyway 啦，呢啲情況其實都維持好耐啦。大陸的而且確一個好奇特嘅國家嚟嘅。喺任何世界上面咧，如果你咁樣出現咧，我相信喺三年前已經係經濟爆破、委內瑞拉出現嘅啦。係喺支那國。咁但係因為支那國始終都係叫做半鎖國啊，佢仲可以有好多貨幣政策啊，甚至乎可以拉人啊。屌你老母匯錢啊，打靶乜撚都實都齊嚇。咁啊，仲喺度頂住個殼。咁亦都因為佢係 too big to fail 啦。咁啊，好多外國國家咧，其實咧都想真係都好撚牛底嘅，係嘛？咁但係而家唔係淨係講錢啊嘛，我哋講呢個世界嘅意識形態啊嘛。哇！我電話又係呢個應該係上次玩嘢嗰個人嚟，即係又係嗰扎嚟嗰啲嚟㗎。每三秒就停一停，每三秒停一停。O K， 又真係三秒喎，係咪三秒咧？但係嗰啲電話又唔同咗上次喎。誒，都係 jam 出嚟啫嘛，揾啲程式啊，係咪啊？係咯，頭四個字一樣，後尾嗰四個字係。Anyway 啦，我哋點解今日咧一開波就會播呢一隻啊？杯酒當歌咧，因為今日咧我真係充滿住呢個火氣。嗯、OK， 咁我為免自己氣壓，即係血壓上升，屌你老母！我今日最撚想就係打人，以至殺人。嗯，屌你老母！而且即係我真係好後悔，我真係好後悔，我真係好撚怨恨。我怨恨點解香港啲靚仔啲年青人要咁撚為理想而去，即係去揮火。咁撚為自由去奮鬥啊？點解你哋要咁做呢？你哋如果真係失敗嘅話，你哋可能會付出好大嘅代價。如果你真係成功嘅話，就益咗好多根本就唔應該去亦都唔想要自由嘅人。我一早同大家講，大家係我長期啲嘅聽眾，因為而家咧呢二千幾人入邊咧，可能有好多新聽眾啦，都知我不嬲都係焦土派嘅啦。屌你老母！有啲人佢哋唔要，咁你何必要俾佢呢？嗯，係咪先？人哋唔要係嘛？咁但係，唉，真係冇辦法啦。既然有啲後生仔嘅豁出所有嘅話，咁我哋無論如何都要同佢屌你聲威，或者要保護佢哋啦。喺我哋範圍之內 ，OK。好啦，咁啊，杯酒當歌。咁頭先啲朋友話呢個係香港黃金時代，其實就叫香港嘅都可以係嘅。其實就未算係正式黃金時代，但係嗰陣時真係朝氣勃勃嘅，應該係70年代尾啦。我唔記得係咪，可能係唔知啊，大家去查下啦。好似係《摩登保鏢》嘅入邊一隻插曲啊！如果《摩登保鏢》，我已經算讀 Form One 咁啊，80、81年嘅《摩登保鏢》啊，《摩登保鏢》咁啊，歌詞就如果睇啲咁嘅手筆咧，唔使問噶啦，唔使問阿貴咁啊，一定係呢個黎比得同許冠傑合填噶啦，一係就一定會加埋許冠傑嘅所謂合填嘅咁，其實都係大家可能夾下幾個音啦。咁後來同阿黎比得同許冠傑拆咗火之後，許冠傑嘅歌詞其實都係有嗰種神水神韻嘅，都有押韻嘅。咁所以又唔能夠全部話係黎比得嘅手筆。咁但係黎比得的而且確一個奇人啦，又貼地又成嚇。咁喺呢啲歌入邊，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咁其實我哋嗰代嘅香港人咧，不多不少係都會受到呢一啲啊歌詞嘅教化。你可以不同意的，但是不經不覺都會的。我時常清風兩袖，飲翻杯冰凍啤酒，高歌一句去兩口，無謂再去為情悔疚，你斬心得過嬲。OK， 好似好俗咁，不過許冠傑唱出嚟就唔俗噶啦。咁啊，而家咧，你再想有呢啲歌咧，咁就真係難嘅。OK，
啊、我看到個電話我不斷在搞鳩我，即係覺得啲人好無聊啦。你咁樣係咁喺度不斷咁樣喐下我，因為我 bot 咗佢哋噶嘛。其實對你哋嚟講有咩快樂咧？係、有啲撚樣，譬如 Facebook、WhatsApp， 我柒頭屌你老母咁樣，或者有啲人打電話嚟，屌你老母，屌你老母，你聽過啦？即係你哋有咩快樂咧？係嘛？即係你咁撚柒嘅，其實老實講啊，你出嚟一突柒我，我就熬底㗎啦。屌你老母，好撚簡單咁呢件事，屌你拳頭再近。好啦，咁啊，點解會咁講咧？即係我覺得咧，香港人都係注定咧，即係注定咧，即係都係含得撚橡皮糖㗎啦。個命途啊，呢、這個叫咩字啊？我今日專登叫多吹啊，原來都係吹字，睇啊睇咗咁多年。OK， 即係我哋命運都係好撚違和㗎啦，好撚唔穩掂㗎啦。竟然今日有民調啦，我唔知啦，大家信又好，唔信又好，林鄭嘅民望咧係稍為高升。我想 ，OK， 而喺街入邊咧，係好多人咧開始就會講啲閪話，咬斷手指啊，好暴力啊！啊，即係我要咁講啊！今日我喺呢個下面食飯，三點幾四點鐘，咁我對面坐個女人 ，TVB 個新聞台咧就講，我一句聲冇出，那個女人大概四廿零五廿歲，抱住只狗，離曬譜嘅。咬撚人，咬撚甩人哋嘅手指，我冇出聲。OK， 跟住有個阿叔嚟買外賣，又話：，唉，真係離曬譜。咁我估到係咩樣，我都冇出聲。跟住個女人話：，屌你老母，就算點樣啊，都冇理由咬人哋手指，邊咁暴力㗎？然後嗰個平時同我好 friend 嘅，其實亦都明星個立場嘅，是即係嗰個茶餐廳仔就話。屌啲人啊，真係和平示威就冇所謂啫！你擺明係搞嘢啦。嗱，先唔好講我哋嘅討論，睇我停一停先。你話係幾撚慘？嗱，嗰條友明知個立場，其實嗰條友亦都係好人嚟噶，嗰、那個茶餐廳仔。OK， 但係佢哋就因為日日喺度睇 TVB， 就會覺得屌咧和平示威係冇就可以暴力就唔得。嗱，呢個亦都係香港嘅共識。我要問大家知唔知道？而家其實係和平示威都唔得啦嘛，包括你藍絲，包括你黃絲，香港嘅朋友，你面對現實，其實佢係唔俾你和平示威噶嘛，只不過係仲要做樣。當然啦，下一節我哋會講定啊，再下一節我唔知啦，可能會戒嚴添。做嘅每一樣嘢係逼得你哋更甚，冇錯。好啦，然後啲人話：，哇！屌你老味，擺明啲人搞嘢，究竟佢哋有冇睇到？喂，屌你老母！原來唔係喎，原來啲人想走，真係走噶咯喎。屌你老母！不過啲差人搞嘢嘅喎。嗱，我冇同佢拗，我冇同佢拗。但係即使你睇到咧，以呢啲人嘅mentality咧，因為自己本身已經有咗個立場啊嘛，選擇性接收，佢就會話：屌你老母！就算真係睇到啊，鐵證如山啊，誒咁樣出嚟行就唔得噶啦，因為大家拗起交上嚟啦嘛。屌你老母係就係咁撚賤。如果你話出嚟行都唔得嘅。咁講乜撚嘢？你哋之前嗰句，和平示威又冇辦法，冇本事，根本都係奴才，根本其實係好多人係覺得和平示威都唔應該，根本就唔應該反抗任何嘢。因為你一出嚟覺得搞亂，啲人好簡單嘅啫。嗱，我成日話對住畜生咧，用翻畜生嘅語言點解咧？人同畜生有咩分別？畜生就要三餐温飽，人除咗温飽之外咧，仲係要自由同埋權利。而竟然有一啲人，你可以選擇做人，或者選擇做畜生。嗰啲人會自動自覺，就算自己 suffer 緊捱緊苦，都係做畜生。總之唔可以出嚟，哎呀咩尊嚴啊、人權啊、自由啊，唔使爭取啊。佢俾就俾，唔俾就唔俾，有温飽就 OK。而香港縱使咁發達，都係好多人係自愿選擇做畜生啊。老實講，如果佢哋真係有温飽，我都仲可以喎。分分鐘我哋都 suffer 喎，集集都係咁講。OK， 因為即係你冇辦法㗎。我就有時真係覺得，屌你老母！你香港啲僆仔，究竟你哋為咗乜嘢咧？哦，原來你係為咗你哋嘅尊嚴，咁啊講得好啦。因為的而且確，我亦都認為唔需要你係咪會益到呢啲人，你係為就係、是、為自己嘅啫。唔好諗咁諗偉大啊！我由低温開始諗講，就係、是、為咗自己。喂，起碼反抗過。老實講，跟住我終於有個阿姐。就係、是、佢又係嗰個餐廳嘅阿姐，就話答一句啫，唔係喎，好似話刮佢眼喎。咁嗰個女人咧就話啦：，屌你老母，邊個講啊？邊個講？我就好似蘋果買啦，屌你蘋果你都信嘅嗱，屌蘋果咁樣。
然後咁都算啦，我一直都冇先生去到依家。嗯，終於嚟啦，好啊。好都冇。跟住個女人話：就算真係刮埋佢隻眼，都冇理由咬斷人隻手指啦。跟住個阿叔又話：係啦，屌你咩？跟住我又終於忍唔住啦，我話：我屌你老母！我話屌你老母，你講乜撚嘢都冇所謂。我撚唔信，如果刮埋對眼。刮盲隻眼同咬甩隻手指，你竟然覺得刮盲隻眼都唔應該咬甩人隻手指？佢呆撚咗啊！嗯，配咗狗，其實跟住嗰個阿哥哥咧就開始咬底，開始攞啊嘛，我哋喺度嘈咗交啊嘛。佢話：嘿，你哋啲人都仲要幫嗰啲人啊，都冇啊！我屌你老母，你行撚開啊，仆街！係咁屌，係。跟住個阿叔咧想話：誒、欸、哥哥，唔係唔好諗住我啊！我屌你，我兜場當當嚟開你波。嗯。我話屌你，我直情唔撚同佢講道理，又係嚟翻個招咧。你個鋪諗住狗做乜撚嘢啊？屌你老母閪！我只狗同你舐閪啊！喺喺度查蜜糖啊！然後你只狗同你舐閪，等你屌你冇有少少滋潤啊！你睇呢個閪笑得屌你老母！嗯，你一個冚家產，係死奴隸，又係俾人蚊閪毛、燒格粒底毛嘅豬閪！嗯，哇！嗰、那個樂華餐，即係嗰個餐廳嗰度咧，啊啊啊！真係老師咁啊！係啊係啊！唔諗知點算啊！真係啲熟客嚟噶嘛！係啊！我話你講，我做三星都同我行緊開。啊！你咁惡估咩？呢就係呢啲人啊！我就係呢啲人咯，屌你吹兩隻，又喺度咁嗰啲咧。係啊！我屌你啲冚家產嗱，本來我平時我都同佢講少少道理嘅，嗯，即係話啲靚仔咩爭取？屌你個嘥撚你行緊開，你衰撚到話屌你冇原來俾人刮撚一對眼都唔應該咬甩人手指嘅，你真係屌你嘥撚到，唔好話刮我眼啦！我屌你咁求撚其你打柒我，我就打柒佢啦！打交嘅時候就點撚啫啦？我點撚啫咬佢就甩咗隻手指。係啊！屌你老母！哇！拳腳無眼嘛，我同大家講啊，我喺度宣布啊 ，In this week 就在今個禮拜將會有差人同埋示威者死。屌你老母！我亦都希望真係會發生。屌你老母係點解啊？唔係因為我唔同情差人，唔係因為我想啲示威者死，唔係因為我想中政府個計，我係想香港攬炒。唔好撚屌你老母閪，等你啲樣直情係戒嚴，唔好撚驚啊！啲樓價跌撚到撲街啊！你咪去怨咯，然後怨啲僆仔啊！我同你講啊，或者怨嗰啲屌你老母反對政府嘅人啦、啊。屌你當琴日建制派，包括建制派，包括原左級。都喺度啊！包括民建聯，你唔好理佢咩政治操作都好。喂，而家個辦法都真係應該街坊更加好啦。嗯，係政府要去處理喎。係啊，而你班撚樣即係矛頭指咗喺政府，指咗林鄭月娥度。你班撚樣係選擇性接收，你淨係睇 TVB， 真係好撚慘。周圍去訪問啲街坊，上水又訪問，沙田又訪問，結果啲街坊都話：，真係好離譜咯！啲差人哇，走都走唔撚切。係啊，係啊，係啊！屌你啲記者！咳都咳唔撚切，嗯，屌你老母閪，你咁撚賤嘅，我成日真係咧，有陣時我哋拗，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同人嗌啲交嗌得太多，嗯，好多時一去到講到尾咧，譬如你話，唉，講真啦，你個仔啊，屌你如果係個仔，你個孫你會點啊？佢哋就會話，一如果係我仔我孫，我大義滅親冇辦法啦，你出嚟搞撚搞陣，係咪啊？係啊，快啲講就容易，係啊，真係你個仔你個孫點撚樣啊？屌你老母，講真啦。就算我退一千萬步、嗯、就算真係喺示威者屌你老母閪，先撩屌鳩你哋，掟你哋嘢，你都唔應該用咁嘅暴力啊！因為我琴日講過，我之前都講過，到而家呢一刻，屌你啲示威者係相當克制嘅。點解我話佢相當克制呢？屌你老母！你試下，如果林康靜同我係嗰班琴日我講嗰啲烈狗。如果我哋真係諗住要還拖或者壓力，嗯、我唔係揾把遮，屌你老母揾把水樽、膠樽掟你啦、嗯！就算掟我，就算真係用膠樽掟，用力掟同你，咁樣都兩回事啦、嗯。我睇下你個條撚樣起唔起到身啊！屌你老母十秒，乜撚都唔使，大家當只要我兜住個頭當四十二碼踢一腳咋，唔好話踢死佢，塊面都腫，屌你個頭都腫幾日啦，係嘛？嗯，屌你仲起身，根本班僆仔到呢一刻都仲係就住你手。你班撚樣做咩呢？你有冇睇咧？有冇睇片咧？兜後兜頭，兜頭兜腦打。嗯，有條有十噶，十幾個衫都俾人搲爛埋，條女十幾個又揼一條女。屌你老好啦，手腕係咁屈，捉撚咗，講嚟講去就係捉撚咗人，制服咗人之後，點解仲要施酷刑？當然佢唔睇呢啲片啦，睇咗哎呀網上啲片流啦。唔係啊，佢哋唔係唔睇啊，佢哋話：，呢啲人殺曬啱啊，嗰度就係啊。嗯
咁示威者話：你啲冚家產殺埋你都啱啦，你警數上面咁算，打夠你警數啦，係咪可唔可以咁啊？講真，挑離路。既然係咁，咁就冇緣噶啦，就係打交噶啦。佢講嚟講去，打交就拳腳冇眼冇得怨噶啦。講乜撚嘢啫？喂，你哋係有曬裝備，有曬武器啊！你哋我哋唔係話乜嘢。成日都話有啲人話，總言之，唔好咁煩啦。包括譚詠麟嗰類人，因為點解咧？你阻住揾錢，阻住收成啊嘛。我哋講過一千次，其實阻唔到咧。如果而家係啊，其實如果而家，我唔理你用咩策略，政府，戒嚴又好，乜都好，夾硬撳咗件事落去，結果係咪解決咧？香支拿族就係注定世代為奴，就係呢個問題啦。是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是求哎呀算了，家丑不出外傳，大家一人小句，又文革又大躍進，又屌你老母三反五反官，即是屌你反右運動，什麼撚都是，是正正式式由支那國到香港現在面對的所有問題，大家都是算了算了，一人小句，好啊，一時之間好像2014年一樣，一人小句，大家回家睡覺啦。但是那個問題從來沒有解決過，結果是一鍋比一鍋爆得大，而那班人所謂支持政府的仲覺得好撚得戚，係啊，好啦，大陸如是，大陸人變到今時今日咁嘅樣，除咗係因為佢哋要揾錢啦，無道德地去揾錢之外，因為點解咧？我其實真係同情佢哋嘅，問心嗰句，屌你老母！喂，你唔係做咁撚賤格，你根本生存唔到啦嘛！嗰、那個循環，嗰、那個生存定律，你入唔到既得利益階層，入唔到佢就係奴隸嚟噶嘛！體制，你就會俾人踩。咁如果你唔想俾人踩、俾人恰，你唯有賺錢。係啊，你唯有恰鳩人嘅咋？合法途徑。你制度唔俾你，因為係俾嗰班人立曬，咁於是你咪要做嗰啲咩？嗰啲假蛋啊、假疫苗啊、假食物啊，係啊咁啦。你咁樣去賺錢，你希望自己賺咗錢之後可以進入既得利益階層，就一齊剝削其他人，或者進一步走佬咯。簡單講係嘛？好啦，香港又係出現翻咁嘅形勢。而家包括嗰班藍絲出場，就譬如譚詠麟嗰啲，一人小句，一人小句都有個基礎噶嘛。究竟件事？是什麼拿出來，是誰挑動的、啊、這個反修例，現在的人說喂不止反修例，是的而且確不止，因為數數埋埋這麼多樣東西，是沒有一樣東西你是真真正正回應過民意的嘛。屌你這樣選個議員進去已經是廢的了，想著起碼發聲屌柒你都好啊 DQ、出來遊街遊行和平示威，講衰一點不要說我話啦，屌你老母你把死黑警，那些咁嘅僆仔，屌你老母，鳩毛都未出齊，屌你老母，五尺八寸啊，唔知有冇百二磅，有咁鳩去搞嘢，講衰啲都搞唔到咩出樣啦，唔撚係，屌你老母閪，你哋唔搞嘢，和平啊玩，屌你老母閪，就我逼鳩你，大家知唔知點解啊？即係今日阿陶傑佢有講啊，阿老蕭佢哋嗰啲唔知有冇講啊？屌你老母，因為立法會嗰下你哋中個計中得唔撚夠啊！民意反彈不到啊！到而家仍然係行緊嗰樣，希望展現你哋暴力嗰樣嘢啫嘛。唔深啊，係人都睇到，但係今次就衰在衰在係人都睇到。不過當年有班藍絲係唔願睇啦。係啊，當然 TVB 又唔會播啦。我就想咁講咯，當你係人，我哋起碼好多人睇到嘅時候，你嗰啲咁嘅而家啲咁樣咁撚大聲嘅人，係人都話屌你老母，完全唔認嘅人，大家要搞清楚。我哋只要保持戰鬥咧，係唔撚使驚嘅，因為嗰班人係唔會願意付出嘅。冇錯。而你哋呢班所即係，即使你認為有啲人認為唔係啦，但我哋認為自己做正確嘅時候係願意付出嘅，甚至乎連生命都付出。咁嘅時候，你話邊個會贏咧？鬥志決心贏曬啦！就係鬥志，就係決心啫嘛。好話唔好聽，我哋唔主張同人硬衝，因為而家仲有啲黑警喺度。但係如果黑警嘅鬥志一剝一削弱咧？係嘛？好啦，咁啊，我哋講多少少啦。費事今日唔好做咁長啊，因為太多嘢做啊。屌你老味！咁啊，林鄭民望竟然輕微上升啦。咁啊，建制派咧見到有少少，好似少少，其實都冇乜咩 fire 嘅，就喺度諗：咦，今次可能有助選情喎？你真係屌你老母太撚開心啦！老實講啊，有冇助選情就唔係你建制派估到幾多票啊？你哋係咁多睇曬啊，只有少冇多，因為啲人又死咗啊。OK。就係問題就係成日講嚟講去就係你泛民或者支持民主嘅人，你夠唔夠膽？夠唔夠能力去付出去 call 票嘅啫？或者去屌你守護你嗰啲阿爺阿嫲阿公阿婆老人院嗰啲票啊？嗰個反而係重要啊。OK， 咁當然啦，
政府而家就話研究咧，研究下唔知真定假，就禁公眾集會。簡單啲講係戒嚴。譬如呢個禮拜你去金鐘嘅話咧，就金鐘戒嚴。嗱，而家傳出嚟，頭先有個網友問我哋堅定流，我點知係堅定流？但係我就真係 welcome 啊，我就真係歡迎你戒嚴啊！屌你老母，世界上有咁撚好笑嘅地方嘅？世界上有屌你老母咁撚樣嘅暴動嘅？我哋講我唔知下不下，無論你喺上水、喺旺角、喺沙田，雖然好似好血腥、好有大衝突，其實基本上都係你有你衝突，我有我喺度食泰國菜。係。你有你衝突，我喺度吉魚蛋。你包圍，你有你包圍警總，我喺隔離嗰條街下邊嗰條街攬女、攬女飲酒、攬人妖或者。我屌你老母！咁撚樣嘅暴動，哦，要玩戒嚴，其實講嚟講去咧，就希望點解？呢個係回應咧，係回應警察俾佢哋嘅壓力。點解而家四個今日四個警察工會咧又再開會，要反映前線嘅壓力？前線嘅警務人員，我係啤你哥，我想同大家講，我哋大家都係香港人。雖然你哋呢班做得當得差嘅都唔方係好人，但我相信。你都唔係一個笨柒嘅人啦，即係屌你老實講，如果笨柒嘅就唔會去屌當差啦，係嘛？而家問心嗰句，如果我俾我 day back 三十年，我梗係去當差啦。喂，大佬又可以打人又冇事。喂，遲啲啊，屌你去兩到街啊，除咗頂帽，屌行個生果檔，屌你老母，人哋攞舐人哋兩個愛民芒，幾撚過係嘛？係咪先？屌你老味，即係老實講，而家嘅怨氣，琴日我講完啦，一定係令到佢哋嘅中層。中高層、高層、最高層，全部都受好大嘅壓力。因為老實講，如果呢一班最前線嘅人，只要佢哋一話喂唔穩定，按章工作，呢、這個管治佢哋係無兵司令所有，係即刻玩撚完，唔需要全部，只要三分一，因為佢而家已經啱啱好啦嘛人手，三分一按章工作啊，嗱唔係唔做，唔係罷工啊，炒唔到佢哋噶，按章咋，嗰三分二點樣去頂埋嗰啲？頂撚頂埋嗰啲間數啊？點樣做啊？省撚緊啊！所以各位朋友，包括有年青嘅朋友，呢、這個禮拜有咩活動，繼續出去，自己執生得啦。佢省撚鳩緊，和平嘅。甚至乎我同大家講，如果大家接觸到嘅，係走，唔需要還拖，唔需要好似嗰日咁樣硬拼，硬拼係走。如果佢撩你，你都唔需要中計。如果你哋夠勇氣嘅，嗱，我唔認同咁樣啊，因為呢個係太撚偉大、太撚堅啦，坐低任佢嘔，即係好似十三拳嗰個僆仔。但係俾人嘔係好撚難一件事，我唔做得到啦，所以我唔夠膽叫。但係我從來都覺得呢一個係咪最大最佢估唔到你哋啦嘛？屌你乜嗱冇嗱冇，我諗冇乜人會去咁樣做啊！但係正如我的節目，我一向就照講，我唔諗你噶啦。我亦都唔希望大家會咁做啦，因為屌你啲傷係你受自己受傷。但係如果你咁做嘅話，仲講乜你係暴徒啊？即刻贏曬啦！贏撚曬啊！全世界贏曬！屌你老母係即刻林鄭，我諗連屌你咁九月都過唔撚到啊！但係真係實在太難啦，所以我唔夠膽叫人就咁樣做，全部坐低或係咁嗌開路，要走要離開，佢哋一嘔。而我覺得分分鐘你哋如果坐低咧，佢都未必嘔，唔係個個咁樣嘔得落手。昨天我翻去再翻片，翻睇啲片，我都覺得啲黑警朋友咧，我講聲朋友咧，都好撚醒目。我再睇啲片，因為除咗狠打啲之外咧，都俾我發現到有幾條撚樣喺後面，屌你老母真係老師嗰啲咁樣咧，我扮撚曬嘢啊！做乜撚嘢？即係。但你嚟嚟去，即系喂做乜嘢？哎呀，屌你老母！喂做乜撚嘢啊？嚇！系屌你老母！我專登當住一兩個嚟睇，係屌你全程啊，一個人都打唔撚到嘅。即係波仔嗰啲。係啊，即係屌你老母係有嘅。嗱，大小。因為點解咧？而家去到咁嘅場合咧，老實講，所謂殺紅了眼。加上俾人屌，加上咁撚熱，加上屌你老母閪，佢都好撚驚啊嘛，係咪講過？因為啲佢喂，我就算係黃絲啊。即係就算我啤你哥啲 fans 啊，佢總不能夠佢唔係一行埋去話，屌你老母喺長江一號，哇自己人咁樣噶嘛，人哋都會咪鳩佢噶嘛，或者屌你掟嘢去掟佢噶嘛，喂咁我屌你老母喺喂就打啦，即係好話唔好聽啦，好似我哋咁打我哋自己啊，好多時都打自己人多過打外人噶啦，一嘈起交上嚟，尤其是中國人最興啦，屌你老母係咁好啦，咁啊前警務處長
阿任达荣啊，嗯，任达华，就任达华个大佬，老实讲，佢能够唔使做一哥，因为其实佢系 qualify 做一哥嘅，但系大家知道做一哥，其实大家而家估到系边个一哥，因为咁年龄咁样去排序，就话喂应该要用橡胶子弹。元佐级今次嘅林志伟咧。就夠佢話唔係啊，希望上面快啲出動水炮車，等佢哋啲兄弟，因為佢都受壓力好大啊，唔使去同人哋埋身接觸。嗯、我先唔好講，大家睇得好清楚，呢兩日呢三次活動運動，由頭到尾就係你哋玩圍堵啊嘛，係你哋埋身先啊嘛，係你哋要趕鳩人哋入，屌你老母喺死路，然後又你冇理推鳩人打鳩人，唔發警告掹人口罩先。OK。屌你老母閪！你唔好諗住成日講六七年、六七年、六七年、六七年。屌你老母係你哋皇家香港警察嗰陣時咪皇家，係對共產黨。而家你哋係幫共產黨，當然係兩回事啦。嗯，唔好用嗰種打份工，或者喂我都係執咩執法，執乜撚嘢法啫？係有法不依，除曬帽，屌你老母好曬 number， 冇委任證，你自己帶頭破壞法治，唔守警察通例，係商場冇叫你，你就入去新城市廣場做困獸鬥，全部乜通例都俾你犯曬。你任達榮竟然講嗱，佢話用水炮車，水炮車當然有殺傷力啦，但係喺比合理嘅距離底下咧，佢當然冇橡膠子彈危險。嗯。你任達榮作為一個副警務處長級，佢老豆好撚慘啊！俾一差人打死啊！所以警隊咧鬆懈嘅，所以佢老豆咧，即係所以警隊咧，點解任達榮坐到呢個位咧？唔多唔少都係可能因為有個咁嘅情況啊！嗯 ，OK， 我屌你老母！你竟然你係用執法，即係警察最大嘅問題就成日用執法點樣解決事情，為所謂嘅維持治安去思考問題，我都唔好屌你老母住啦而家。你係啊咪你要諗下呢個問題係解決唔到啊嘛，因為你嗰真係政治問題啊嘛，你係咪可以打撚死曬嗰啲屌你老母嘅示威者啊？係咪可以先？嗱，係就得噶啦，我又係講嗰句。嗯。屌你老母臭閪！黑警系人都俾人闹，黑警前黑警后，嗯，即系我希望咧，我同大家讲啊，即系呢样嘢系冇可能，但系我哋咁呢个两个月太多奇迹啦，好多冇可能嘅事都可能，咁就或者香港真系一个即系奇迹之都咯，嗯，我希望差人，特别系前线嘅差人。只要你一按章工作，我都唔好叫你哋倒戈，屌你老母，企埋我哋身邊包圍禮賓府，我唔講嗰啲嘢。如果你有一萬差人倒戈啊，五千差人倒戈啊，連埋我哋市民一齊包圍禮賓府啊，屌你老母，跟住捉鳩林鄭月娥落嚟，撳撚住佢，屌你老母，就屌佢，就屌鳩佢，屌你老母閪，我哋真係人民英雄啊！呢隊警隊，嗯，係嘛？屌你老母，然後冚家產，屌你老母閪，呢個冚家產，屌你搞亂香港，唔撚死心啦，就定正法，刀頭哇！屌你老母！拎把菜刀出嚟，屌你老母！生锈菜刀，慢慢剁啊，剁佢27下，屌你老母，剁佢条颈！屌你老母臭閪！喂，咁你就真系喂老老实实讲喎，我又觉得你即系市民就即刻企翻喺你身边喎。嗯。而你觉得喂会有咩好大后果啊？解放军入城啊？你试下解放军入城咯，你又试下啦。而家全试下开真枪咯。而家全世界系望住香港。全世界好多人話唔會為你去付出好多嘢，但係如果你出現到解放軍入城屠殺人民，我夠膽喺度講，以美國為首嘅歐美社會係一定會出兵。我夠膽講得，因為點解呢？因為而家全世界相當多嘅學者、大學、自由主義者都係其實基本上清一色都撐西方社會啊，撐香港。你話喂，咁樣撐你和平啫，唔係撐你咁樣樣啊！喂，屌你老母！講真啦，今日《紐約時報》本來一條篇太長，我又費撚事播出嚟，人哋係拍撚曬成個片段，仲要講埋用英文，真係《紐約時報》啊嘛！屌你老母喺啲 police 係屌你老母係堵佢哋啊！屌搏鳩佢哋，圍堵佢哋，唔俾佢哋出路啊！佢個藉口就係要清場，但係根本就係唔俾屌嚟 low exit for 出爾反爾話俾你走，跟住你一走就即刻成扎人圍住你打你。呢、這個我嗱老實講，你要信得個鬼佬嘅新聞工作者，除咗有人俾料之外，我相信佢哋自己尋求嗰個真相發掘睇到曬啊嘛，嚇咁我都唔需要特別發掘啦。屌你老母閪！講真，加上你啲黑警。屌你老母！打完呢個記者，毆嗰個發生社，
說完呢、這個屌德國佬又去嘔嗰個法國仔，咁你屌你乜人哋梗係搞鳩你啦、嗯？但係咪無中生有咧？唔係噶嘛。嗯、你又試下，所以你香港警察而家講真，俾啲勇氣自己，好多警察都係嬲緊嘅。喂，係擺明擺你上台，而你任達靈作為一個咁有經驗嘅人，你唔係一個從政嘅人。但是我仍然點解我成日對黑警嗰啲係咁評論咁咩咧？咁 harsh 或者要求多啲咧？因為你係執法者啊嘛，執法者首先基礎，特別你管理階層，佢哋要知法噶嘛。嗯，唔知法何來執法咧？你、嗯、明明知道個法律嘅時候，你應該比市民更加明白噶。OK， 你話要維持社會嘅安定平穩。屌你老母，係咁就講呢三次嘅遊行之後，根本就散噶啦。嗯，點解你係要做嗰啲，係要逼出嗰啲咁樣嘅動作咧？點解散緊你都照搏，甚至你叫人散嘅時候就壓鳩啲人聚埋一點，然後打鳩啲人咧？所以咧、我睇見今日我喺同嗰度八婆臭閪都係屌柒佢。我見到嗰啲人，見到呢啲咁嘅市民。呢個咪奴隸獸，照屌你就明白點解建制派咧？我哋成日笑鳩建制派講，喂有冇搞錯啊？屌你，鬱文成日屌啊！修改議事規則限人哋，即係限人哋議員即係泛民發言，結果嚇埋自己，係剝削自己權利啊！屌你老母，其實咧香港市民都係噶，因為佢而家有一班人同你一班立法會議員，即係雖然廢啲，同你去充權，有班僆仔同你去充權，屌你老母閪都唔撚使你做添啦，甚至乎。嗯屌你乜乜乜乜！哎呀，如果我仔我你殺撚咗佢，屌你老母臭閪！你實有咁嘅吉吉力㗎，我覺得，即係你咁樣睇咧，即係我成日要咁講，呢、這、一個就點解注定咗我哋支那一族真係係做奴隸？講過太多例子啦，每一個獨立嘅民族、獨立嘅國家，有尊嚴佢未必有錢嘅國家，其實都係經過一啲掙扎嘅。就算台灣今日。即使係台灣人哋，你認為台獨又好，中華民國乜都好，人哋能夠一人一票選舉，你估條路容易行？哇！好慘啊！嗰時，屌你老母閪！你估蔣經國唔識殺人啊？你睇林，蔣介石唔識殺人啊？幾慘！身邊啲女人全部死曬。唔係女人啊！屌你係成個家人啊！屌喂，係要付出好多，但係結果咪付出尊嚴咯？可能係而家窮，但係大家去過台灣嘅，你有冇同我哋講咯？成日都講過句，你問下台灣人咯。屌你咁，你寧願有錢定寧願屌你咁樣民主啊？大部分主流最後咪又係要民主。啊，台灣當然有啲有嗰啲經濟都好啊，有咗民主之後。唔係，當然有啲人有啲契弟係賣屎忽嘅，你唔需要即係講埋啲閪話嘅，但係冇必要特別要去理會咧。喂，屌你諗個個都屌，個個都屌，屌完最後問咁你寧唔寧願翻翻轉頭白色恐怖時代啊？嗯，我又係唔制。就等於我成日聽到啲師奶一拗就話：哎呀，警察都要脫阿媽衫。我問佢咁。遊行人士有冇阿媽生啊？咁你啊，你唔出嚟就咪得咯？跟住話點解佢會出嚟啊？哎呀，政府咯，咁係咪矛頭要指翻政府啊？跟住佢哋就唔出聲啦。你呢啲仲有幾個講道理？嗯，有啲係唔講道理。今日大把呢啲唔講道理嘅臭閪睇啊！休息一陣。古行由金鐘海富中心出發，帶頭的十四個人都有參與月初的絕食行動，當中有退休社工、牧師，還有73歲的陳伯陳基球，他已經絕食了12日。部分人身體虛弱，要由其他人扶住行，大批市民響應。長長的人龍穿過太古廣場，出到金鐘道。包括陳伯的幾個絕食者要坐輪椅，由義工推住行。我哋能夠做的就係 100% 支持佢哋，我哋同你永遠都一起同行。絕食咗咁多日嘅老人家，全港市民，無論是和平的係去衝擊的基本上我哋做乜嘢，佢都漠視我哋。遊行起步咗大約一個鐘之後，喺中銀大廈對出呢一度，仍然未見到龍尾。上到律政中心對出，絕食人士要停低唞一唞，由呢個位去禮賓府後門要上車，亦都有樓梯，要求警方俾佢哋到正門。係咪阻止我阻攔我哋啊？警方應承俾十幾個絕食人士去正門，其他人要留翻喺後門。
他们最后决定一起去后门，但要求警方开放下阿尼北道。警方批准游行队伍大约九点半到礼宾府后门宣读公开信，要求同林郑月娥对话，促请政府回应示威者诉求。警方派代表接信。有线电视记者邱慧仪报道。好，翻嚟第二次嘅《啤梨漫步》。咁除咗衝擊嘅少年青年之外咧，其實我睇係咪真係衝擊咧？即係會用錯字眼咧？佢係屌你個俾人圍突俾黑警反破反抗嘅，屌你俾人衝擊啫 ，OK？ 咁但係咧，即係香港嗰、那個啊，即係林鄭真係呢一個真係好偉大，佢可以真係令到呢個和理非同埋啊呢一個即係啊勇武派能夠團結一起咧。是的而且確令到人哋即係覺得係十分讚歎。六百九都未做到真係好撚嘢。OK， 嗱咁我琴日講過啦，嗱琴晚啦，其實就絕食人士就苦人去禮賓府啦，要求林鄭對話。唔能夠話冇用嘅，所有嘢都，因為喺每一個人係做佢能夠做到嘅嘢嗱，暴露呢一個政府嘅不仁不義。呢、這個政府最不堪、最不堪、最不堪、最不堪嘅就係、是。除了不回應那四個或者五個訴求之外，就是其實我們死了這麼多後生仔是半句說話，這幾個星期以來一半句哀悼啊是沒有說過，還要開酒會喝酒慶祝啊，屌你老母，這些是有人性啊，只不過是現在因為整個社會夠不夠嬲，我認為是夠的，不過大家想像力或者心理準備還未夠，好似任達榮或者今日喺樂華茶餐廳度俾我屌嗰啲人，你哋準備啦，繼續用你哋公權力喺手上邊嘅公權力諗住高大力打壓啦！我同大家講，香港將會永無寧日。你哋最希望個所謂寧啊和咩寧靜啊，係一定唔可以有。下一波嘅就不單止勇武鬥爭，甚至乎會出現恐怖主義。甚至乎是暗殺，可能出現即阿富汗的事件啦。我就希望咧，不過我亦對香港的青年朋友很有信心嘅。我覺得他哋好似阿富汗的事件就少有嘅，但係因為佢嗰啲係叫做無差別咁爆炸亂咁嚟。係啊，塔利班係啊。嚇咁，但係我覺得香港的朋友咧係應該係要識得揾人。嚇咁，但係你話好似樂華茶餐廳咁嘅臭閪啊！咁啊，都可能都覺得屌你老母唔敢爭在啦。係人殺人不過頭點地。是不是要個社會去到咁樣，跟住真係扭骨齊冧你哋先開心呢？屌你老母，似乎佢哋係喎，因為佢哋唔明白其實點解西方會有呢個民主呢個機制，係用幾百年時間慢慢慢慢，甚至乎而家仍然有人覺得係試驗緊，就係因為人哋付出咗好多嘅血嘅代價。在每一次的爭拗，無論宗教、政治、各樣人權，或者甚至乎以前不是說人權，就是每一個民族的權利，於是乎從天而降，又或者有我從天而降不是個制度，是有很多這樣的思想家，有很多這樣的，現在你看回頭，為什麼他在那個年代會引入到一些這樣的思想呢？的人出來，一套一套的著作，一本一本，一代一代人的影響，一代一代人的實驗，至摸出而家呢一個係盡量減輕成本、社會成本嘅制度出嚟。我哋睇翻大陸，睇翻你哋自己中意係咁啊嘅專權主義嘅專制主義，屌你淨係次次古皇帝、差皇帝，你老母臭閪都分鐘要死唔知幾多人啦、啊！屌你老母，好簡單，一個一登天之位未自殺人刀啫，換個老細，唔好講到好高深層次。北京換個華事人，一換就成秋換。你是做生意人，譬如你藍絲的朋友在珠江三角洲在東莞開間鞋廠，換個老細啫。你明明交曬錢，做曬所有嘢，面嘅底嘅做曬，咁又要由頭嚟過。係啊，咁你覺得咁樣係好咩？定係一個比較能夠 estimate、比較能夠 forecast 到嘅、預計到嘅、眼前睇到嘅政策嘅持續性，係會令到個社會比較穩定呢？屌你老母閪！你哋就永遠就係中國人之難，係咁噶啦，係咁噶啦。你中國人鎖國咗，屌你老母閪70年，我都係咁屌柒佢啦。你香港咁撚開放，今日俾我屌咗兩條撚，全部就係香港土生土長香港人。
屌你老母閪，我都未屌柒你，屌你乜啊、哦？原來 TVB 講，你就係屌柒蘋果講，佢又唔撚知。其實嗰個阿姐講嘅啫，蘋果有報導啫。其實呢啲嘅消息一早就根本就唔係蘋果，係好多立場嘅話，我哋自己好多新聞、好多渠道係、前一晚已經鋪曬出嚟。只不過琴日蘋果即係因為慢啲啊嘛，報紙。今日報紙先登咁解。咁你起碼都要睇下啲相。我再拗落去就係睇咁啦。點解出得嚟就預咗死？哦，出得嚟係預咗死。屌你老母！我真係希望香港搞。咁你警察收得人工執得法，即係你所謂嘅執法。咁你預咗都要受傷，預咗死啦！如果根據你班友嘅邏輯，而尋晚呢單我最撚興，就成班人好和平啦。一唔見你啲人講，佢和平到點咧？原本身為順利奔赴，都俾人刁難，要你兜長好長嘅路先可以上。本來行廿分鐘，要你行成粒幾鐘。而之前喺星期日晚診白成班絕食，本來可以喺呢、這個即係沙田站出去，因為唔俾啊嘛。要你喺河畔出去，然後想行沙燕橋，成班防暴唔俾，兜火炭先可以再兜翻去新城市廣場，要行咗差唔多成粒鐘。你對住一班絕食咗十二日嘅阿公阿嬸。都要咁嘅手法嚟對待，而林鄭係唔肯出嚟會面之下，咁你班藍絲有冇睇到呢啲場面咧？和平嘅啩，好和平添，絕食係好和平。所以基本上講咩接受和平示威就冇所謂，但係你咁樣就唔得，都只不過係台面説話啫。暗底裏即係辦公證，暗底裏梗係希望呢啲撚樣要殺啦嚇。咁啊，所以咧講真啦，我都覺得拳頭再近嘅講多都無謂啊。咁啊，講下啲新聞先啦。咁啊，山東街影相女嘅租前料啦，咁啊好快警察就拘捕咗三個人啦。嗱，呢一單嘢我哋之前都冇講嘅。咁話説就係有條女嚇就好似差婆啦，個樣似差婆啦。咁後來發覺唔係嘅。咁啊，去到上個禮拜七號啊，即係旺角啊九龍大遊行嗰日咧，旺角咪有啲人喺度聚集嘅，即係啲黑警喺度。喺度即係又係又係發生又係嗰啲嘢啦，驅趕啊，撩龍中捉包叉又係。咁當一班人喺度聚集嘅時候，突然間呢個人走埋去咧，近距離用相機影佢哋嘅相。咁當其時嗰班咁嘅所謂是非人士啊，當然好正常到就有反應啦。喂，搞撚錯你影鳩我。於是乎就撳撚住佢 ，OK， 又要去拆飛諗啊，又要去 delete 啲相，咁啊擾攘一輪咧。咁最後咧，呢個女仔都報警啦，警察嚟到咧。原來呢個女呢、這個婆娘咧就唔係呢個警察，佢或者營商嘅，佢走咗上警車。咁佢係咪警察？其實我哋都唔知嘅，佢話營商。即係身份未被核實。嚇、未被核實嘅。咁而家咧就佢就誒告咗三個人啦，就係、是、當日嗰三個咧就過佢哋點樣咧，又唔俾佢走啊嘛。即係佢個就攬住佢一個扯一扯頭髮。咁係老實講係慘嘅。你話呢幾個人有冇做錯咧？嗱，我哋撇埋一步，如果喺太平盛世咧，喂，呢啲當然係唔應該啦，而佢亦都係犯咗法啦。但係佢哋嘅擔憂係好合理嘅喎，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喺臨場啊，喂，屌你走埋嚟咁樣影鳩我，屌你做乜撚嘢？叫你 delete 又唔 delete， 咁我哋而家信啦，我哋信啦，信嗰個女人講嘅冇啊，佢諗住 send 啲相，即係及俾因為佢未見過呢啲場面啊嘛，佢話同埋咧，警方話嚇，話其實邊啲相都冇話點樣，即係冇乜焦點，冇話特別影住邊個嘅。OK， 嗱呢一個就係你而家所謂嘅兩難嘅事啦。嗱，本來喺如果你大家認為呢個係革命嘅，屌你濕撚濕碎嘅嘢啦，仲屌你咁撚咁咩咩？咁但係。喂，如果真係黑警，或者真係個藍絲走嚟報串 ，OK， 去影鳩你哋，而香港，喂係真係可以影到相，可以影到相喎，因為我哋出街成日影鳩人都係咁講㗎啦。你要記住之前啊，啲黑警啊，或者唔黑警啊，啲黑警告鳩啲撚樣影裙底啊，結果係用咩啊？係用不誠實使用電腦呢條罪啊！依家喺公眾場合度。當然你標影人哋咁樣下體就會斷正啦，但好多時你影呢啲啊呢啲咧，你因為好難舉證咧，結果就不誠實嘅相。當然而家最高終審法院都 ban 埋添啦。咁而家佢哋告咩咧？就告非法禁錮罪，因為你真係捉住佢。老蕭係好大反應嘅，一對呢啲片就話咁啊會 backfire 啊，有啲人咁樣。咁我哋又見唔見到 backfire 啊？所以有陣時真係要咁講啊，理論係一件事，現實。是一件事，我哋就將呢單 case 嚟講，無論喺乜嘢情況底下，藍絲都一定係覺得呢個女人啱嘅。就將呢件事啊無限放大。而無喺個頭先我咁講，包括我哋呢啲抗爭者，我都知佢犯法，
但係佢當其時，即係你除咗咁做，你仲可以點啊？你真係有鳩佢愛嚟，因為唔係話淨係自己喎，佢影好撚多人喎。喂，同埋其實你要拉，因為佢有犯法，冇問題，你哋執法。但係點解同一時間啲藍絲犯法？哦，呢個就從來都係我哋講嘅問題啦。警察犯藍絲打完人係拉，俾人打嗰個啊，係有呢個佔領嗰時已經係咁，而且即係10月3日開始，五年前已經係咁。你亦都睇下五年前有條友俾人打到爆光啦，變咗係佢打人，但明明十幾個藍絲打佢一個。然後每一次你警察唔帶委任證，警察犯警察通例。是不用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沒有人查，是沒有人受罰，那麼不公平之下，民怨當然會爆炸啦。老實說，示威人士，包括林鄭月娥，包括我今天在餐廳吊那些人，是不是暴徒？喂，老實說，大家自有公論。嗯，你們如果想見識一下什麼叫暴徒，你一定有機會，因為你繼續這樣壓迫下去，我夠膽，我不要說什麼，我夠膽擔保就算現在幾善良、幾可愛、幾有理想的年輕人為香港奮鬥，我都不排除他們因為在再巨大壓迫之後之下想埋一邊、就變成窮兇極惡，一點都不奇怪。喂，老實說，這條路不是說天生出來的嘛，就好像我們的小柏林那樣，雖然他小個嘅時候已經覺得佢冚家產嚟㗎啦，屌你老母咁一個靚仔，屌你冬菇頭有手粒，美方唔係冚家產咩？有邊度得意啊？而家竟然啊，講開小柏林講埋啦，而家一啲公開嘅資訊，本來小柏林咧個鄭柏林啊隸屬乜嘢咧？就隸屬喺呢個政府電話簿嘅網頁咧，其實佢係隸屬第三訓練總督察。總督察添啊，鄭柏林，即係其實呢啲係好特別，即係好普通嘅嘢啊，即係佢哋第三督察啊、第二督察、第四督察、第一督察嘅辦公室電話、辦公時間，即係嗰啲警察網頁啫嘛。係冇撚到鄭柏林個名，第一隊、第二隊、第四隊冇咗第三隊。咦？消失咗？然後跟住俾人哋啲網民打，係咁打翻去警察部啦，話屌你都俾佢消失咗，索性成個網頁即係嗰個版 close 咗佢。屌你老母！你同鄭秋 Sir 一撚樣。屌你老母！你有心又好，無意又好，你鄭柏林有人同佢講話，佢唔知咁樣扭撚會扭撚斷人隻手。屌你老母！如果你唔撚知，你就低能啦！屌你老母！或者你最少出嚟同個傷者對話道歉乜都好咯，呢啲騷你都要做啦。老實講，屌你老母一個人講你制服咗佢，係制服咗錯撚住佢，揾人哋攞條索得嚟索撚住咪搞撚掂咯，個孖立撚住咪得咯，你扭鳩人隻手把撚咩？屌你老母！冚家產同姓，屌你老尾！香港，我同大家講，而家就醖釀緊巨變，已經係未而家未算係，係醖釀緊。而家係需要一個好有政治能量嘅人出嚟，其實唔係做咩大不了嘅事啊，係做翻一啲最正常嘅事，最正常嘅事。話就好似1979年。屌你！鄧小平復出，鄧小平並冇做過啲咩大事啊，做翻啲最正常嘅事就係、是、第一，屌你有啲冤假錯案嘅，都叫做摘下帽子咯。其實冇乜特別咁，唔使賠錢嘅，摘下帽子嘅啫。然後休養生息，俾啲人民即係唔好講乜嘢，咁等你自己搞，唔好再搞政治運動住啦。講翻啲人話，無論黑貓白貓，捉到屌老鼠嘅就係姣貓。俾心啲，俾心機賺錢。誒喺79年就只不過咁樣，佢就成為一代偉人啦。即使後來1989、1964，雖然佢都冚家產，雖然佢政治運動係有，但冇共產黨都冚家產㗎啦，已經唔使講㗎啦。咁但係到而家，唔好講揸撐共嘅人，好多出邊嘅人都仍然覺得鄧小平係一號人物，而且係對中國貢獻好大嘅，好撚奇怪。鄧小平做過咩啊？鄧小平咪做過一啲屌你老母正常啲嘅嘢咯。就係點解咧？喂，你想唔係佢想唔開，佢想唔開放都唔得，屌你飯都冇得食。係啊。啲女做雞都冇人屌，第一冇客，啲男人冇錢，亦都冇力，啲女亦都做唔到雞，屌你老母個面如菜色，屌你著撚住又灰又藍，冚家鏟曬啲頭髮戴副眼鏡，屌你老母連打實佢又好瞓啦，屌你老母仲點屌啊？所以其實我對於咧70-80年代嘅生育率咧，我都係好撚陰勁嘅，即係證明馬路咧，屌你對撚做光青都照屌喎，係啊，屌你老母搞撚錯啊！好啦，咁啊除了呢班絕食嘅，其實我就依堅決我係反對嘅。
咁當然佢嘅能力就係做到啲嘢啦，幾廿歲。同埋大家即係唔知陳伯啦，陳伯就去咗醫院啦。七十幾啊，陳伯。73，咁醫院就建議佢唔好再絕食啦。咁張超雄自己都停止咗嘅。但另外仲有好多人都絕食緊喺海富中心，大家都可以得閒就探下佢哋嘅。屌你老尾！即係講真，你哋佢哋話咁樣去，第一社會焦點就唔係好集中。第二，屌你老尾講衰啲啊！你要絕食到死撚咗，佢。都未必回應啊！而家係啊，而家講政府，你就講傳媒報嘅，講政府回都未必會回應、啊。不過如果成日啲老師講咩 backfire 對 backfire， 真係人絕食到死咧，會個民意又反彈㗎啦。會嗱，雖然我絕對唔想見到，梗係啦，我寧願企喺度打撚死，就係冇理由咁樣跪死嘅。嗯，屌你老尾，因為佢真係麻木不仁到極。咁都唔肯見你啊，對林鄭，或者派個政府代表都 OK 啊？政府代表都嚟接信，佢而家所有做呢啲嘢，大家太清楚啦，即係嗰班人要唔睇事實。揾林少波出嚟接信都得啊！嗰班人嗰班藍絲唔睇事實嘅，冇辦法啦，太清楚就要逼你哋行條絕路，逼你哋出錯。嗯，既然佢係咁嘅，我哋就更加要逼翻佢出錯。嗯，其實差佬 back fire 佢就賺得莫啦。嗯。真係屌你，有冇做禮賓府捽你個撚冇臭閪出嚟？屌你去土瓜灣審鳩佢個吳家產，點解去土瓜灣咧？又土瓜灣有套房，屌你一個唔撚對路，屌你老母揾只牛，屌你老母就屌你媽揾兩隻牛角，屎你老母閪窿，屌你乜屎眼口乜撚都整懟爆佢。咁另外咧，除咗呢啲咁嘅和理非行動之外咧，咁啊高教公民聯啦，咁啊公教咧就係高級教育啦，咁佢哋都有個散後團體咧就發表咗個聯合立場書咧。就促請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全體議員就盡快通過嗱，呢個係姿態，因為其實都排咗期啦。香港人權同民主法案2019 ，OK 嗱，眾議院排咗上去啦。其實你哋吹唔吹咧？佢都會審嘅。咁但係希望盡快排呢、這個當然係有用啦。其實對好多有錢佬、對好多官員嚟講係好難熬底嘅呢個法案。嗯去到今時今日，包括你習近平為首嘅，屌你老母閪，所即係竟然都仲未知驚。嗯，有傳消息話北大河入邊咧，就決定咗咧對香港要更加硬淨。我真係想睇下咯，因為話搞咁多事就因為唔夠硬。不過睇呢啲流消息，我真係想睇下，你又可以有幾撚硬？嗯，我真係想睇啊！喂，如果你真係硬啊，就唔使晨早同美國佬講，我哋一定唔會出解放軍，同美國佬交心，叫特朗普嗱，我買多啲佢哋啲嘢，香港啲嘢咧，我哋會搞掂啦。你唔好講咁多，我會搞掂啦，信我啦。我話俾你聽啊，以共產黨掹冇鬼，或者共產黨嘅當嘅你嘅當權者，除咗習近平以外，屌你邊有可能屌鬼啫？好簡單啫嘛！喂，所謂回歸咗廿九幾年，一直都 OK 啦，即係雖然都中間有2003年上過街，都叫做 OK 啦。喂，有乜搞撚到咁撚樣啊？唔係習近平咩飛邊個咩飛啊？咪就係、是，屌成班金牌賺好多錢啊！有冇咁樣啊？梗唔會啦，滿星發大財啊！全部不單止唔會，老實講嗰陣時，你老友阿林威好撚支持啊，江澤民仲成日上去東莞度。屌你有冇 dancing 嚇？當時個個都支持江澤民啦，邊有聖刀佢出嚟喎？我全世界聖刀。聖嘅首都喺邊度啊？唔喺曼谷，係喺東莞。而且我要同大家講，我哋唔好響名啊！大家心目中好仰慕嘅演藝中人、社運中人、網台中人，基本上只要你每日傍晚五六點上到東莞，喺成條街你隨時都會三步唔埋兩步就會撞到佢哋。嗯，佢哋一本正經，平時啊講啊呢個財經啊，今日我哋呢個節目咧，我就睇好啊阿伯叔啊嗰啲啊，係又係阿咩大師啊，又係喂嗰、那個哇嗰、那個咩小生啊，又係嗰、那個性格巨星都係。屌你老母係，喂嗰時真係好和諧啊！喂，嗰時平有平屈，你平你冇錢啊，玩倉女，有錢嗰啲就 book 曬總統套房就嗌女。唔係啊，就算你話喂普普通通啦，嗰陣時啲人就最開心係乜嘢咧？嗱，啲網友好撚大反應嘅啦，啲網友拎1000蚊人民幣港紙出嚟，個袋就係1000蚊港紙，翻去搶人民幣，屌都搶咗1100-1200蚊出嚟喎，咁都唔夠食飯啦，食飯夜晚飯，食完晚飯跳舞，跳完舞夾錢啦，張單啊1300幾，八條友，我每人幾多？冇人百幾蚊，嗰陣食飯已經有飲酒，就飲酒啊，跳舞又飲酒啦。雖然飲啲假酒就飲到 wing 曬。嗰啲後話，然後上面酒店房租埋間房100幾蚊，俾埋條女過夜啊。
有時有啲賓館$80咋，幾廿蚊咋。屌你老母！喂，聽節目嗰啲唔好搭爹。屌你老母！跟住第二朝，仲要每人拖住條女落去酒店下面啊！camp 嗰個 restaurant 度食 buffet 早餐，當然 buffet 早餐好撚得意啦，又會有燒賣啊咁嘅嘢啦 ，OK， 又有奶茶有燒賣嘅，好撚堅嘅。跟住再揼骨添啊！唔係，聽我講，唔好話再揼骨。然後搭花車準備翻工玩，下晝翻嚟12:00，仲有兩三嚿港紙啊！唔係，仲有兩三嚿人民幣啊！嗯，因為使89嚿人民幣嘅啫嘛。大家各位網友記唔記得嗰啲風光？佢喺度玩到最後點撚樣啊？入諗到去，先唔好講幾百條女嗰啲啦，屌你老母，出埋點心紙，哇咩點心紙啊？鳳爪啊？屌你鵪鶉蛋燒賣，唔諗係啊，係屌你老母喺所謂館式，東莞18式，後來發展到28式、88式、108式，咁佢寫啊嘛，屌！當然嗰啲式就好撚問問實嘅，求其舉起只腳就改個唔知咩名，屌你老母丹鳳朝陽，擺翻一單只腳，又叫屌你咩雙龍出海，即係任哥去改嘅。但係如果你即係屎忽鬼啲。嗱，阿妹，今日乜都唔好講，你係咁以點當得啦，唔使用力，同我做足嗰108式，即係要見識下啊嘛。係啊，屌你老母做個鳩幾鐘啊，冚家鏟。屌你又吊絲打又倒立，屌你老母係，喂，講緊嗰啲嗰當其時喎，唔係而家喎，仲要全部係18、22，高挑身材，皮膚白滑，屌你滿臉稚氣，但係魔鬼，屌你老母玲瓏浮凸喎。點忍啊！喂，一去啲噏得長，幾多歲啊？19、20，咁撚老嘅，走出真係唔係啦？去啲噏得長啊！你問啲小薇，小薇全部湯家華啲 feel 啦。係啊，小薇你多大？佢話我16歲、17歲咁咯。你一睇，屌你老母，你最多咪12歲。有時啲媽咪話13歲，跟住又多妹乜？15啦，小胡啊，小胡咁樣啦。擺明係12、13。係啊，真係黐撚線噶。屌你老母，林威有冇食到嗰啲咧？林威，唉，去得玩，唉，乜都試下咁樣啊。人生乜都食下咧。所以你話屌你老母，大陸喺咁嘅環境底下，喺習近平，即係如果佢而家用呢一招繼續話，即係收風話，佢會再嚴厲啲對香港，我係唔信，係冇得嚴噶。香港大家搞清楚，我哋自己個國際地位 ，OK， 我相信啲僆仔，我絕對唔覺得而家啲僆仔冇魯莽啊，因為佢哋唔係做咩衝擊啊嘛，係俾人打反抗啫嘛，俾人打你實反抗啦，係嘛？唔通坐喺度俾人打？但係如果你能夠坐喺度俾人打咧，嗱，呢個就亦都係信息傳播啦。你一定係要有個大台，或者大家有個默契。而家你個默契好明顯唔係咁啦。咁點解佢哋要反抗？呢個係一個即係動物嘅必然。你咁地做偉人係你嘅事，所以你咪係偉人咯。係啊，但係係必然嘅，你勾我咪打撚實你咯。屌你老母閪，永遠永遠再講多最後一句，有權嘅先可以伸出橄欖枝啊嘛，俾你打緊嘅點伸出橄欖枝啊？打緊伸出橄欖枝叫做投降。就唔撚使講啦，以後唔好撚講乜撚嘢，屌你老母閪，乜撚嘢屌獨立調查委員會，唔好講咩民主，唔好講咩樓價，唔好撚講乜撚嘢，屌你收條逃犯條例。但係你有權嗰個肯出嚟聽意見，然後屌你老母提出一啲解決方法，甚至乎正正式式我講完嘅，就講兩隻字撤回，可能都一半噶啦，收到。係啊，真係啊，就係唔講或者特寫，然後繼續去勾，然後你去怪嗰啲示威者。有冇搞撚錯啊？所以琴日頭先我真係屌得唔撚夠啦，下面屌你個再震呼光，屌大把機會，係咁啊係，我驚佢以後唔夠膽我食嘢添啊，好休息啊。